喂喂，hello，大家好，今日系2022年3月1号啊，春天到啦，系嘛？3月1号啦嘛，不过似乎市面上边未回暖啊吓，包括呢个人为嘅感冒形式化，每一个人心入边都有一个问题，到底啊佢要搞到几时呢？19度而家凉凉地啦，乌云盖顶，唔系讲紧天气嘅。咁话说，哇，仲够胆走出嚟，真厉害啊！实在系唔知个丑字系点写噶吓。Anyway， 话说贪我啊，佢就即系又系话你哋唔啱，你哋唔着，就尽快稳控呢个和咪工。咁啊，向市民发表咗8分钟嘅讲话。有时佢啲讲话，我又想用翻佢啲语句去回应翻佢嘅啫。既然系咁冇道理又咁冇逻辑啊，我只会嗤之以鼻，一笑置之啊。又系讲啲阿妈系女人嘅嘢啊，但系好难讲啊。今时今日，你知啦，美国嗰边阿妈系咪女人呢个问题要攞出嚟研究嘅。不过呢度香港啊，都仲有传统嘅中国人价值嘅，即系未至于要研究阿妈系咪女人啊。啊，有时又咁谂，荒谬到咁嘅境地嘅，到底系咪特登嘅呢？但又唔系，好多人真心研究噶，啲上层建筑搞啲乜真系唔系好清楚。好啦，行政长官贪污啊！咁啊，为咗嗱，大家都知而家系第五波啊嘛，咁你唔啱啦，喺佢个心入边搞到有第五波啦，系咪？鸿门宴嗰啲唔好讲，讲国泰机师、国泰空姐、空少，以及冇尽到自己责任嘅市民，即系站在佢嘅立场系咁啦吓，佢班僆跟佢一齐噶嘛，系你哋啦，你同埋你，咁所以向市民呢就发表呢个视像讲话，喂，好心你啦，你有香港电台俾你用，成个钳走咗啦，你发表声音讲话啲人都已经唔听㗎啦。哇，你今回仲要发表视像讲话，你咪真係搵嚟搞，记得打格仔呀、啊、真係。如果唔系啲市民呀、啊、嗰啲羽化升仙个案可能系因为俾佢吓死嘅，又或者系激子。即係有屎嘅，都想攞返佢嗰啲說話咁回應返佢。既然係咁冇邏輯又咁冇道理，我只會嗤之以鼻，一笑置之，即係成日走出嚟佔用大氣空間講啲阿媽係女人嘅嘢啊，又唔係喎，阿媽到底係咪女人呢樣嘢呢？喺美國係要研究㗎喎，唔好輕下斷論啦吓，係呀，要研究㗎。咁但係我哋呢啲傳統中國嘅思想各樣㗎嘛，咁所以阿媽必然係女人嚟嘅啊，就唔好走去研究嗰啲嘢啊。有時又喺度諗喎，世界竟然荒謬到咁樣樣都得㗎，即係嗰啲西方人係呀、啊、美國係咁啊，即係到底係特登啊定還是係偶爾而成嘅呢？話真係唔知佢啲上層建築諗緊啲乜啊，好難估計。我就係知道今時今日真係啫，你嗰啲咩生理男性、心理女性，嘩，又真係可以參加女子賽㗎喎、哦。咁但係唔好以為我係唔同意，我係絕對同意呢點嘅，男女平等㗎嘛。是好事嚟嘅。嗱，咁讲返贪污先，佢当然呢即係觉得係你同埋你啊，冇尽到自己嘅责任啦，可能就係你冇好好咁样去撑科技伏技啦，又或者冇遵守佢嗰啲嘩真係 N 咁多条嘅指示啦 ,599。不过我怀疑佢嗰啲599真係有599条㗎啦，就嚟得闲又罚下钱。嘩，我甚至乎呢諗緊你阿陈茂波波喺度竟然话库房嗰度呢可以有盈余喎，啲盈余点嚟㗎？係咪599嗰度呢？係呀，上次倒破个家庭聚会咋嘛，係咪又可能倒破下啲集会放映会各样，嘩，嗰度已经几百万㗎喇喎。咁你得闲一镬几百万，得闲又罚下啲餐厅，你嗰度好多钱㗎喎。所以话就话唔抽税呀、减税各样，羊毛出自羊身上啊，终于知道啲羊毛点样嚟呀。嗱，咁呢度阿妈系女人嘅事情就呢个啦。未来两三个月系稳控和咪工嘅关键时刻，咁必然啦，你必利痛都搞得掂，又点会搞唔掂啫？呢样嘢一定搞得掂，更何况今日又3万单啦，你谂下香港有几多人？一日3万，有2万，
有一万，多买多送。哎，但你唔好以为，哎，佢打写罗蟹各样，哎，所有嘅嘢都系掌控之中。如果唔得打写罗蟹嘅时候，中央又点显示自己嘅强势？点显示自己医疗嘅先进？点样显示自己系有需要派送嗰啲医护嘅人员走过嚟香港帮忙呢？系咪？揽住尿不湿，最重要都系出人工。嗱，话说他们又同你讲啦，特区政府早前宣布加大力度推行五方面嘅措施喎。哇，你大镬啊，金梅，即係原本已经系五方面措施搞到大家鸡毛鸭血，仲要加大力度推行啊。咁第一就係广泛向市民派发快速检测包。当然要钱啦，呢个第一点。第二点当然又系唔系好准㗎啦。咁但係唔做嘢嘅话，佢觉得对唔住自己㗎嘛。啊，最重要就系对唔住啲钱。第二样嘢，针对嗰啲高风险嘅楼宇，点为之高风险啊？哇，呢啲真系一人得道鸡犬升天啊。咁啊搵呢个便便教授袁国勇啦，验下啲便水啦。哦，你陈嘢有事，咁所以就会进行封区围封强检。哎呀，大镬，想喺屋企唞下都唔得啊！呢个边有咁噶？依家唉，强制医疗都有嘅，明明想喺屋企唞下，俾人捉咗去喎。啊，有机会啊，嗰啲个案，即系一系就焗屎，一系就闷屎，一系就吓屎，一系就露天吹风吹屎。仲要成大个研究咪同你讲啦，最好置于一个温湿嘅环境，咁就会好啲㗎啦。哎，言下之意，当日啊推晒嗰啲老人家各样啊喺露天嗰度吹风，咁算系点啊？可唔可以告佢谋杀？Anyway， 呢度讲到同埋正全面细化方案。嘩，大佬啊，大镬啊，呢回即係之前都有啲漏网之鱼，哎，你当睇我唔到咁就算㗎啦。而家细化方案你想走甩啊，好难啊。咁啊，筹备喺三月之内呢就推行全民强制检测，务求做到彻底快速有序有效切断传播链。嘩，讲咁多嘢，几嚿嘢一齐學足晒大陆嗰啲宣传文章啊。阿叔上身啊，知唔知啊？阿叔上身即係点样啊？这个球员有几个问题，冇速度，跑得慢，唔够快啊，咁你咪彻底快速有序有效啦。探磨就话为咗提升香港嘅治疗能力，哦，如果你想提升呢个能力好简单，炒晒嗰班专家佢，然后啊再重新签订北京条约、南京条约，各让香港999年行返英式嗰个制度，咁就一等一啦。诶，佢肯定唔肯啦，係咪？咁所以冇㗎啦，啲治疗能力算罢啦，以前一定 handle 到嘅，而家哇，你真係你又期望，即係而家係同六合彩冇分别嘅，你嗰啲咩便便教授袁国勇啊，都係有个皮囊，跟住有把嘴，跟住喺度讲嘢嘅咋嘛，你唔好以为佢有专业知识，唔好玩啦，专业知识已经係好久远嘅事情啦。嗱，咁就讲到中央已经委派内地施工队啊，施工奇案啦，喺落马洲河套区啊，大镬啊，你筹建一所应急嘅医护机构，活扎五星劳重谋啊，死啊，周居劳动，跟住呢又搵嗰啲车，跟住车过去咯。不过我諗佢係北区嗰啲多啦，你唔会哇即係九龙区、港岛区、大屿山区你都走过去车过去呢个河套区呀嘛，咁啊大镬啊，係咪为咗衔接呢个大湾区医疗啊？嗱，一句讲晒啦，即係以前重阳啊，香港市民可能真係记得啊，重阳点样啊，上山就避难啊，话真係喺郊野公园扎营可能好啲，至少唔使俾人围封强检，係咪啊？讲笑啊，真係。Anyway， 特区政府会继续实施地区性航班嘅熔断机制，咁话有冇搞错啊？阻住人哋移民，而家啲班机真係唉好抢手啊！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措施，喂，冇得收紧噶咯，一个人噶咯，你想半个人啊？而家啊，净系隔离只手啊？同埋提升撑科技复记嘅嗰个率，我諗佢冇嘢做一定要提升啦，啊，大家又唔好諗到咁阴谋论啦，都已经九成啦，你提升嚟有乜意思啊？九成半、九成九，特别系长者同埋儿童，哇，即係冇得走啊，你嗰啲細路仔要返學㗎嘛。咁佢强制医疗啊，又强制教育，咁强制教育你唔去撑科技复记，佢又唔俾你返學，咁咪即係强制撑科技复记啦。我指出咗呢个问题好耐㗎喇喎，所以边有自愿呢家嘢。你如果唔出街嘅都好啲啦。
咁但係否則啊，你冇乜必要，咁又唔係去移民，又唔係去加拿大，去英國唔需要啊，去英國你係 free 嘅，完全 free 嘅。所以有啲人係啊，為咗保存清白之身，即係唔好俾嗰啲科技伏記污染到自己，咁啊諗住去外國嗰度避一避啦，暫避啦。最重要係乜嘢啊？即係唔會有咁多唔方便啊嘛，去超級市場又得，翻學又得，你可以承受到個風險就得。而事實上而家嗰個風險係容易承受嘅，你五十岁留下健健壮壮系唔需要惊噶嘛。虽然即系如果你讲流感，流感就 0.1%。佢而家有 0.15% 都系劲嘅，啊，即系我都领过嘢。呢只重感冒咧，唔系讲玩嘅，我好耐都未试过肌肉痛啊、声沙啊嗰啲噶啦，所以系劲嘅。咁所以老人家系要注意就真嘅，但系注意系咪注意到你要哇揾只咁近嘅玩咧，就好难讲啦，自己谂啦。如果你冇谂过去外国啊，又冇谂过周围去周围趯嘅，喺香港你都净系网购，咁黄维基可能帮到你咧，又唔一定系佢嘅，总之网购送上门嗰啲啦，咁你咪唔使冒呢个险咯。就好似以前重阳节啊，即系登高啊，避一避咁样，玩下手要去郊野公园露宿啊，至少唔使俾人围封系嘛。嗱，相传嘅咋吓，就话呢个姓习嗰个啊，要求七月到访之前，哎，又嚟搞搞震，佢嚟亲啊，都使唔知几多个亿噶啦。如果将佢到访时候嗰啲金钱啊，撒俾全香港市民嘅话，你分多一万啊！搞到啲人雞毛鴨血啊，冇工翻，咁然之后先派10,000蚊嗰啲赎罪券啊，系啊，我记啲赎罪券啊，啲阿仔话回水咁样，总之成件事就荒谬绝伦，唉、哎，嗱、啊，最后都系嗰句咧，啊，咩稳控疫情，我觉得 OK 嘅，因为点解？诶，你今日有30,000单啦，琴日有20,000单啦。你香港有几多人啊？所以到佢搞得嚟嗰阵时啊，唉，其实全民都已经 herd immunity， 个个都有抗体啦。诶，但系佢仍然会叫你哋去撑科技伏记噶吓。喺某程度上，我支持伏记噶，即系如果你系都要周围去嘅，去旅行嘅，我咪有个 friend 咁同我讲咯，佢要去旅行啊嘛。但系佢谂嗰啲都系中日台行啦，阿武中国，嘿，啲咁样嘅地方，即系去台湾、去韩国、去日本啊嘛，泰国啊嘛，咁但系咁、哦，好似有啲搞笑喎、哦，因为人哋开始咧慢慢剔除呢啲咁样嘅要求、哦，咁佢咪即系嗱，唔好意思咁讲啊，白吉话呢个世界有啲咁嘅嘢，咁但系如果你想体内运行嘅时候咧，就喺香港去呢度去嗰度啊，咁啊。可能科仔啦，但我都仍然认为啊，粒手针沙系好重要噶吓，啊，不过唔紧要啦，九成人都已经逼良为针啦，诶、啊，冇办法嘅。好，今日讲到呢度。